质检，静水流深。零与一，两个简单的数字，却在计算机的世界里幻化无穷。掌握了二进制，人类就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们的存储和记忆边界在无限延展，计算能力呈几何倍数的提高。算力引爆了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中的每一个神经元，演变成最为强大的新型生产力。夜晚，在中国南海，一座海上巨无霸横空出世。在起伏不定的茫茫大海中，将近20000吨的上部组块被精准对接在了101米高的导管架底座上，误差不超过5毫米。这就是恩平151，亚洲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平台，总高度相当于60层的摩天大楼，单层甲板面积相当于10个篮球场。依托恩平151，一个海上智能化无人钻采集群呼之欲出。工程师张林将乘坐直升机前往恩平采油平台，在那里，一场无人化采油测试即将开始。中国广袤的南海，这里70%的油气资源都蕴藏在深海区域。数字化、智能化正在帮助张林他们叩开这座油气宝库的大门。恩平102平台到了，这里既没有生活区，也没有钻机，甲板面积比传统平台缩小了一半，重量降低了1/3，是目前我国智能化程度最高的海上无人采油平台。一登上恩平102，张林他们迅速检查平台上的设备。你别看它小，但是它非常的智能，在数据采集和自主分析这方功能就比以前强大很多了，它本身的判断能力也强了很多。怎么说呢，就像机器人一样。控制室很简单，测试成功后，这里将没有人值守，全靠这个海上机器人接收指令后自动化采油。151中控，请启动 AR 井电线泵。102平台 AR 井电线泵已启动。测试开始，14公里外的恩平151向这里远程发送指令，就好比自动驾驶，电线泵就是启动了发动机。151中控，请将 AI 井油嘴调整到15%开度。102平台，油嘴开度已设定到15%开度。喷油嘴是油井的阀门，它的开度就相当于无人驾驶在调整车速。哎，不对啊， AI 井油嘴的开度怎么只有5%？这是油井投产前的关键一步，假如恩平102无法执行到位，远程遥控采油就是异想天开。恩平102这边，工程师打开喷油嘴执行机构，发现编码器出现异常。有吗？还是没有。151中控，151中控 ，AR 井电脑油嘴的编码器异常。这是接收指令的关键部件，更换刻不容缓。在恩平151按下启动键后，102平台的油嘴快速开启，
仅仅100毫秒就开到了指定目标。能够实现这样的远程控制，靠的是恩频151平台上的中央控制系统，它就像一个指挥官，指挥着两个平台上1500多套仪表设备，所有设备的运行数据都汇集到这里。指挥官快速决断，指挥两个平台默契配合。这一次，海上无人钻采油田群首次使用了国产中央控制系统。北京的工厂里正在生产的就是中央控制系统模块。电路板完成自动焊接，自动装配，23秒就生产出一块主控制器模块。恩频油田海上石油平台强大的中央控制系统，就是由数百个这样的控制模块构成的。12.0001%，50%。这个指挥官可不仅仅是模块的简单堆叠，而是被工程师们赋予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这是什么情况？现在这个原油罐液味低报警，这低于这个。工程师们正在进行恩频海上平台原油外输的仿真测试。液味降低的时候，我们是先降这个泵的变频。警报响起，提示原油缓冲罐内的液位低于了安全值。如果中央控制系统不及时调节，泵机将会持续空转，甚至损坏。可能表面上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数字在变，实际上背后我们是有一系列的这种高可靠性的这种冗余的控制器在运算。假如中央控制系统是指挥官，那么这些工程师就是老师，他们正在教这套控制系统在毫秒级的时间里指挥平台上的千军万马。抽丝剥茧，方磊他们很快找到了控制海上平台原油输出的策略。我们在原来的那个控制算法上相当于加一个分层控制，把我们的控制做得更好。守得云开见月明，历经上百次测试，这套系统久经沙场后被调试到了最佳状态，可以挥洒自如地控制海上钻采平台。2022年12月7号，恩频151油田群首期正式投产。远程无人开采，让恩频102平台一年能节省上千万的运维费用。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的平台也会实现这种无人化采油，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能做到在陆地上对海上平台进行远程控制了，我们就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在海上每天飞来飞去了。自感知、自决策不仅仅是海上钻采平台，在工业大脑和大数据的指挥下，钢铁巨人也可以轻盈起舞。湛江东海岛上，一座年轻的钢厂拔地而起。乘着智能时代的风潮，未来工厂的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湛江钢铁的热轧车间里，精轧线犹如一条长长的机场跑道，一块块钢板飞速进出。在这里，时间以秒为单位，每多抢出一秒都是提高效率。一秒能改变什么？现在不是提出来经常得做两块钢吗？那就闸机里面就是说入口一块，出口一块，一个月可以多闸5000吨，一年是6万吨，
要把这个拿到手，我觉得贡献会比较大。通常钢厂会将两块钢板之间的安全间隙控制在30秒。今天朱卫林和他的团队向极限发起挑战，他们要将两块钢板之间的安全间隙压缩到10秒以内，这就相当于两块大小、节奏、速度都不一样的钢必须前后间隙不超过10秒同时通过闸机，一旦两块钢追尾就是严重的事故。就好比在一条跑道上，一架飞机还没有完全起飞，另一架就要开始降落。我们冒的风险是在于你可能会导致两块钢的废钢，导致机器的这种损失，所以以前呢大家是不敢去做这种事情。换但不能乱，在经闸入口防止追钢这一功能上，朱卫林他们增加了2600步程序计算，对50000多块钢比对分析。我们目前探索的就是采用这一块钢在抽出来之前就要提前去计算它在每一个区域它可能用的时间是多少。在这条700米的闸线上安装了上千个细小的光电、压力和位置传感器，犹如千里眼和顺风耳，将每块钢在闸线上进出的几万条数据都汇集到这个工业大脑，由它来控制闸钢的精准速度。刚才看了一下记录，我们闸机两块钢最短记录6.1秒。给你们电了。跑道没有换，只是换了算法。朱卫林他们设定的目标终于实现，两块钢在热闸线上的安全间隙缩短到了10秒以内。这意味着轧钢厂的年产量至少可以提高120万吨，相当于增加了一座100万吨级产能的小型热轧厂。在这座年轻的钢厂里，计算无处不在。后板厂里利用 5G 技术远程遥控热处理线的一场测试正在进行。我们下发指令吧。工程师在平板电脑上点击指令，滚道启动，钢板缓缓前行。然而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即将进入热处理炉的钢板突然停了下来。这钢板怎么停下来了？哎，赶快看一下这个控制指令有问题吗？当时大家都炸锅了，还好我们之前放了一条备用的这个光缆，我们心里当时这样想，那干脆就直接用备用的光缆得了，还用什么5G呢？后来我们还是把这个图画一下。实时性，我们的目标50毫秒。50毫秒，这比我们眨眼的速度还要快。手机下载视频卡顿是常有的事，可在钢铁产线上卡顿就等于严重的事故。要知道我们这次的调试是完全按照正常的生产状况来的，我炉子里面就有900多度，这个时候设备失控，这是要出大事的，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啊。放弃意味着前功尽弃，哪个环节引发了卡顿，陈工他们赶紧逐一排查。我们想试一下这个航车停止的时候测一组数据，在航车移动的时候我们这边再测一组数据啊。果然他们在航车顶上发现了端倪，原来航车面积大，移动时多个摄像头需要同时采集数据，这好比多辆车同时涌进一条车道，导致数据传输出现拥堵，操作出现卡顿。陈工和团队迅速修改底层算法，
让数据可以错峰通过。这就是通过在场景上，在轨道上。这次试验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因为在这个后板场里有19个操作室，操作台和设备之间的线缆就像辫子一样错综复杂。5G 低时延的响应速度才让他们敢把辫子剪掉。从有线到无线，后板厂的工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钢板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当钢铁遇上人工智能，比拼的不再是经验和体力，而是脑力、算力。工厂还是那个工厂，但改变的是生产方式，而钢铁作为基础材料也得以不断升级。青岛特钢的检测中心里，机器人检验员正在抓取通过风洞送样系统传过来的钢样。然而洗消后，机器人发现钢样有裂纹，只见它果断把钢样扔进了废样口，迅速发出了警报。远在炼钢车间主控室的邓师傅收到警报，马上通过智能作业系统一键操作，重新取样，再次发给机器人。因为这个人工取样里边有时候取的样子它不标准，要反复的取。我之前天天往化验室跑，跑得慢了可不行，这一炉钢水就等着它呢。现在转炉里正在冶炼的是给长泰长江大桥生产的蓝索钢丝盘条，以钢铁之强系千钧之重。大桥钢索要用的高强度盘条就像一根柔韧的面条，这根面条看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很复杂。最关键的就是配比，从下料到出钢要在15分钟内精准把握火候，精准把握加料的量。钢水的纯净度越高，钢丝的柔韧性越强，而要想炼出一炉高纯净的钢水，检验至关重要。现在我们冶炼的这炉钢是给这个大桥用的高强度蓝索，成分要求非常严格，有一丁点偏差都达不到标准。箱门打开，机器人取出钢样。仅仅150秒的功夫，就拿出了检验结果。多种微量元素的数据同步传到了炉前，效率提高了1倍。这炉瓦力有点偏左了，加上无边失位。一炉纯净的钢水炼好了，即将开始它的幻化之旅。在虚拟的数字孪生工厂里，智能监测系统照看着448台钢线材主机设备，不但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教会设备自己做动态监测，还可以一边生产一边检测。车间里机器就像春蚕一样开始吐丝，冷却过程中的温度控制直接影响着线材的性能。在这条120多米的风冷滚道上，高精度近红外测温仪每秒钟采集线材表面3000万个点的温度，经过实时计算，数据会准确预报出这一批线材的质量。这是全球强度最高的蓝索钢丝用钢盘条，它的强度是一般钢筋的5倍。每根直径7毫米的细钢丝经过厚道加工后，
都能吊起五辆小轿车的重量。青岛特钢用网络管理工厂，用算法指挥生产，从液态到固态，炼钢的每一步都有数据可循。中国钢铁不只以量取胜，而是向智能要效率，向精细要市场。页岩气藏匿在页岩孔隙里的天然气，中国的储量超过35.7万亿立方米，全球第一。今天工程师王继新来到了位于四川威远县的新井厂，就在他们脚下蕴藏着35亿立方米的页岩气，5-6千米的一个井深。对对啊，这样整个的施工压力会很高。施工压力应该在100兆帕以上啊。井越深，作业压力就越大，要从5000米深的石头缝里把页岩气连续不断地挤出来，这需要压裂设备不仅动力强劲，而且连续作业，压力源源不断。让一个人用100米的速度跑马拉松，当下人类的极限是做不到的。回到烟台的工厂，王继新和团队给威远井厂迅速量身定制了5000型电驱压裂设备，这就相当于把燃油车换成了电动车，启动快，动力强。你看这个震动数据一直在波动，看来是扛不住啊。然而在模拟测试中，动力端壳体发生了变形，压裂设备的心脏压裂泵将难以承受井场的高压力连续作业，王继新要另做打算。为了满足连续高压作业的需求，我们需要对动力端的强度和刚度做一次全面的升级。研发团队决定给5000型压裂设备打造一颗更为强大的心脏，他们将以往动力端采用的分体式结构升级成一体式。考虑到螺栓连接的强度相比这种整体式来讲还是稍弱一些，所以说我们现在把壳体做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此前产品方案重新设计至少要1周的时间，但今天智能化设计系统已经颠覆了传统的产品设计模式。配置如果没问题的话，那么就开始模块化的自动组装。嗯，好好。设计师于晓只需要输入定制化的参数需求，系统经过运算，自动从模型库中抓取和这款产品相匹配的零部件模块，1天时间就完成3维模型的精准设计。全新打造的动力端，王继新决定由机器人进行整体焊接。工程师为他编写了一套焊接程序，焊枪可以对318条焊缝自动追踪，360度全方位切换，精准定位，每条焊缝的误差不超过1毫米。保证动力端可以承受压裂作业中的上亿次高压循环载荷。在这个刚刚完成升级的智能工厂里，一台台页岩气开采装备顺利下线。2个月后，全新定制的电驱压裂设备来到威远井厂准备压裂。各组人员注意，我要准备起车压裂，所有人员远离高压区。压裂开始，混砂车开始工业，斜砂液平稳注入地层深处，井口压力达到84.9兆帕。压裂设备产生的高压将压裂液打入地层，
把页岩撑开犹如毛细血管一样的裂缝，继续将斜沙叶打入井内，液体携带的沙子填充在裂缝中，页岩气就会沿着沙子支撑的裂缝流入井筒，运送到地面管道。好，这个看不着，它这个缝我看着，能看着，它这12、14吧，哎，现在压力突然异常了，请立即停止加沙，沙子停了。突然，系统显示作业压力波动异常。此时，在千里之外的烟台，工程师已经通过云平台收到警报。以前，造成作业压力波动异常的原因众多，难以快速排查。现在，工程师通过眼前的智慧大脑，迅速调取压裂设备关键部件的运行数据，以及作业区的现场工况。云平台系统结合上万条数字化的专家经验，一分钟内就迅速给出诊断结果。经我们现场排查，是地层的因素。地层渗透率过大，导致缝端脱沙，引起压力异常上升。如果海浪降到十方，警场人员迅速解决了压力异常问题。有了智能化，我们有很多的传感器，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分析的模型，诊断的这种系统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个设备实际在作业的时候，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各岗位请注意，开始点火。未来的3个月，这个井场的页岩气产量将突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万个家庭一年的燃气用量。湖南株洲，高铁中国心的诞生地，这里拥有中国首条、世界第二条8英寸 IGBT 芯片生产线。这就是 IGBT 芯片，它是现代工业的电力大脑，在高铁上、电动汽车里、智能电网中，这个电力大脑一刻不停地控制着能量转化。一个 IGBT 芯片的诞生要历经2个多月，就如同在一粒小米上雕刻亭台楼阁。跟我们计算机控制芯片相比，因为它这个电路是刻在一面的，我们 IGBT 它上面两边都必须要有电路，所以这就显得它特别特别难。一心难求，它就是其中的一种。10多年前，中国高铁快速发展，但动车组所需的 IGBT 芯片依赖于进口，每年的进口资金花费就超过12亿元。不服输的丁荣军下决心自己搞研发。我为了做这个事业，当时烧掉的元气，可能一年下来，我估计烧掉了有好几百万可能。其实我烧的也挺难受的，后来还是成功了。随着对 IGBT 需求的暴涨，围绕这个电力大脑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薪火相传，罗海辉接过了丁荣军的接力棒，向大功率压接型 IGBT 发起冲刺。我们现在银烧结厚度的均匀性是一个问题。使用低温银烧结工艺来做大功率压接型 IGBT， 全球都没有先例。烧结的银层越平整，芯片的受力就越均匀。然而，罗海辉使用的芯片面积是现在常用芯片面积的3倍，并且进行双面烧结。要想保证大面积银层的平整度，难度提升了数倍。这一次烧结出来的这个子弹圆呢，看表面状态啊，烧结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与传统焊接型不同，
压接型 IGBT 是通过压力实现内部芯片与电极之间的电气连接。这次的话呢，我们先加个180千牛，然后看看这个压力保持1分钟吧。压接时，哪怕有一个芯片受力不均，都会出现局部电流过大而导致模块失效。当前的这个压力均衡的这个效果，可以达到我们的设计的要求了，应该是可以满足应用的要求，并且达到了量产的要求。这一次，压接测试结果终于达到了目标要求。罗海辉他们成功做出全球功率最大的双面银烧结压接型 IGBT。 如今国产 IGBT 芯片不仅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更是在智能电网中大显身手。东莞沙田世界最新一代柔性直流换流站即将投产，这座换流站首次大规模使用了国产大功率 IGBT。 现在广东每2度电中就有1度来自清洁能源，但清洁能源时而如暴雨倾盆，时而如涓涓细流，这给电网运行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原来我们传统的交流电控制的话，它就像一个直通水管一样的，它流过了多少电力，我们需要从源头上来控制它，这个控制难度是比较大的。换流站如同在电网通道上加装了调节器，精准控制电能潮流的方向和大小。在这个科幻感十足的巨型阀厅里，未来每小时就可以完成300万度交直流电的相互转化。阀厅的核心就是换流阀上的 IGBT 功率模块，技术人员正在对它们进行投产前的最后测试。我们要对它的一个旁路开关以及它的一个开关状态、连接部位以及光纤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它这个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这个功率模块的一个可用性。今天粤港澳大湾区直流背靠背工程将正式再负荷运行。双单元解锁操作，运行组执行。收到。指令输入，阀厅里一颗颗动力心脏被瞬间激活。大湾区直流背靠背电网工程可以宣布投运。有了这样的智能电网，未来海风将点亮粤港澳大湾区更多的灯。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极目千里。当人类进入空间时代，这样的向往终于变成了现实。今天，仰望星空，我们的地球轨道上已经排布了8000多颗卫星，其中的上千颗遥感卫星就像照相机一样，每24小时就能完成1.6亿平方公里的影像拍摄，相当于一天对全球陆地全覆盖监测一次。如此海量的图片可以做什么呢？这是合肥地区的一幅遥感图像，里面有形状各异的建筑物。我们的想法呢，就是准备用这么一大幅遥感图像来生成合肥地区的3维地图。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团队正在用遥感图像制作3维地图，由2维变成3维，真实世界里建筑物的长宽高如何丈量呢？传统的4维呢是无法做的，那么我们呢是针对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开发了一个面向遥感领域的通用的大模型，我们把它叫做空天灵眸。
把海量卫星数据输入到空天灵眸的数值模型中，仅仅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对合肥100平方公里内建筑群的快速三维重建。合肥市区的三维模型建好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需要超大规模的算力支持，而空天灵眸的算力来源于远在2000公里外的成都智算中心。机柜里的服务器指示灯交替闪烁，片刻不停。这就是成都智算中心，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算力底座。我身后的这3排人工智能服务器，每秒钟能支持30亿次的计算，3000万的 DNA 数据，在1天内就能完成计算。眼前这3排人工智能服务器集群，已经相当于20万台普通计算机。他们是最快的人工智能集群之一。今天，算力就像100多年前的电力一样重要，正在重塑工业制造。正是依托如此强大的算力，大型客机进行流场模拟仿真，减少了风洞试验的次数。而这些强大的算力正是基于升腾的 Atlas 900人工智能集群。这些智算中心的智慧大脑，从存储系统到软件系统，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自主研制。这里是华为南方工厂，具有超级算力的 Atlas 900人工智能集群就是在这里生产制造。在单板生产线上，16个工序部署了23个机器人、6万个管脚、1.2万颗微型器件，全部自动装配，仿佛方寸间正在建造一座微缩的大型城市。而升腾处理器是这座微缩城市中最亮丽的建筑，每块单板上安装有4个 AI 计算单元，由此让 Atlas 900具备了超级算力。我们知道，人工智能的算法当前已经达到万亿参数的规模，它对计算处理能力要求特别的高。那我旁边的8柜人工智能计算集群，它的处理能力达到了160 PFLOPS，相当于接近10万台的高性能 PC 处理能力，达到每秒可以处理16亿次。人类文明发源于大江大河，无论农耕还是放牧，都要逐水而居。而今天的数字时代，大数据就像奔涌的河流，智能化的工厂接受它的滋养和灌溉，在强大的算力中蓬勃生长。